就是用假嗓，而我们是用的真嗓和假嗓的结合，叫真假嗓，这是最难的，他就在折腾里面。好，你折腾吧，我们就拼命的练习。我们还同样是用真假声结合唱咪发嗦，咪发声发，这是换声点。那现在这个问题解决了，你像我昨天唱的等待好不好听？你看不出来我的换声点，等待我就等待。对，包括低音和中音的换声区我也解决了。几年前，几年前，低音和中声的换声区没有困难，只是你要是要有胸腔，很多的歌星就把几年前几，这不成立。几年前几，你要能站得住至少四拍八拍，我几年前，这就不成立。假如我要参加这场比赛，我要唱这首歌的话，证明我的音域够两个八度，甚至超过两个八度，我就一定会把它拖到一拍，就变成了不是几年前，一定要把它唱成一整拍了。几年前。我一定要把它超过一拍，让观众让评委说哦，这个低音低音的G。为什么高音的时候我还要唱，本来四拍我会唱六拍八拍，我就故意加了延长符号，就变成而且我们还判破除了一个迷信，一个声乐家一个美声唱法，他早上绝对不发音，早上起来只练练声，他绝对不可能像我这样两个小时在这唱。所有唱美声的人都是下午或者晚上才去演唱，他上午绝对不可能从九点半到十一点半，这个缺钱缺的厉害。他只要顶多起来刷刷牙吃了个早点，练练声，咪妈咪跑跑步，上午就晋升的，基本上就是练练声的时候，下午两点以后练声，一直到晚上去演出。他们都是下午，因为声音的最高的地方是七点到九点，是最高潮最辛苦的时候。所以演唱会都是七点到九点这个时间，你半夜十二点他也不行，又辛苦，衰败了。可是我们今天这种环境就是让我早上一堂，下午一堂，晚上一堂，对不对？尤其在大陆这种恶劣的环境，人才济济，都缺钱，都在抢啊，是吧？而且不是我抢啊，我们是公务员，是国家的喉舌，就是专业的艺术团队，上级让你演就要演，想让你唱。就让你唱，你就在唱；让你拉就要拉，他就是这样子。所以说，吹拉弹唱都要会，这样也好。恶劣的环境造就了我们这种非凡的这种意志和体力。睡醒了就唱，哈哈我早上没练声，我就敢唱啊！这个声音说开就要开。作为一个声乐家，没有说我感冒，我不舒服。你给评委说你不舒服，要不要退出？退出正好少一个竞争。你上了台前，我说对不起，我感冒了。永远记得，你是我的学生，永远不要把自己的不舒服、不高兴，对不起，我男朋友跟别人走了，你管你屁事，说没有用，不管，你要不就不参加，要不就参加，听见吧？不要跟评委说任何自己的破绽，我很好，我很放心。啊，就是把最好的一面，把痛苦、把不利的、感冒，哪怕刚打完点滴，拔起来就唱，这就叫艺术家的道德。尤其声乐是最高的殿堂，舒服舒服，一上台全都忘了。一走出这个刺红袍，一进入到美光区，一见到摄影机，一见到观众就浑身急忙，鸡皮疙瘩就起来了，兴奋。要学会我这点，啊，魏莹，我不知道你对声乐有多大的期盼，我今天把你就当一个典范去培养，摧毁性、毁灭性的事业，听得懂吗？从开始形体要比鼻腔要改了，十八九岁女孩十八一朵花，你刚开不像樱花，现在都谢了，你才谁长樱花了，就那么几样，你才开始，一直从十九岁一直到六十九岁五十九岁都是璀璨的一朵花。做声乐的人，我们的老师都八十多岁满口假牙，声乐还是声乐，你从他的声音中永远看的是二十岁那么甜美，那么高亢，那么明亮。我们的老师都是基本的女老师，男高音的老师都是女高音，女高音的老师都是男老师，因为你要学我的基础。几年前，男高音、女高音就是几年前，他要唱这么高才行，给你一个错觉，以为他唱高。就像很多的女歌星唱歌，哎，我听他们唱歌不低呀、啊，可是你要听，
他唱的是高八度，我们是低八度，这样才平衡。哦，我是楼中楼，我的一楼就等于你的三楼，听得懂吗？我是套起来的，你上到二楼怎么还下家？我是把三楼都打通了，听得懂吗？这就是男生一定要跟男生学，为什么这样？当然，从物理现象是同性相斥，异性相吸，对不对？这当然是啦、啊。一群里边有个漂亮的美女，大家都高兴，上山也不累了，是不是？打仗也是有个女兵就很高兴，这个就是这个没有什么卑鄙的事情，这就是物理现象啊，同性相斥，异性相吸嘛。有太阳就有月亮嘛，都是太阳还得了？为什么要把九个太阳都晒下来？是不是把人晒死了？是吧？所以这样今天跟你讲，明天早点来，我非常高兴。目前我就把你和陈玉，就在三个月之内就马上要去参加比赛。比赛完了以后败了，我不能让你得奖，得奖你不跟我学了，那不行，对不对？你就是要经过这个场面，看凭我下了多少，一次回来，再一次回来，换歌曲，给我讲感受，就变成老兵柚子上去了，还要给那个评委调侃。今天你们小心了啊！我今天歌不念了，我唱两个八度，我最高音到开西的，听见吗？啊，要准备了，我这次不得一等奖，我不回来，我就睡到舞台。这才对。你们见了这，这是谁？啊，这是谁？冰胖，他是替你服务的，你是纳税人，你交了报名费，他是你养的，你这样想，警察怎么判你？今天我不是纳税人，你是什么？你打工了吗？你种庄稼了吗？你站个岗了不起，对不对？可是我们不要违规，他就抓你，对不对？是这样，一定要这个心态倒过来。观众是你的金主啊，是不是？他不买单，你怎么有饭吃？你就要好好回馈他，是不道理？从现在从刑警，我看你什么时候要给你妈妈公布起来，你那点私房。